是一毫米一毫米的往后退，退了经过几分钟的坚持，就是维持这个位置，哦，筷第一根筷子就被转出来了，第二根筷子呢正好在椎动脉的旁边，因为有骨质的包绕呢，这个筷子插得非常紧，再把它转松了之后，一毫米一毫米的转出来。现在虽然筷子是取出来了，可因为伤在了食道附近，小男孩还不能正常吃饭，人看起来精神也不太好。